韩国人生公社美国分公司在卡利福尼亚的 La Quinta Humana 挑战赛上推荐了高端六年跟郑冠庄高丽红森，在参赛者和记者会的午餐会上展示了高丽红森的产品，提供有卓越健康品质和独特风味的食谱和样品供大家品尝，并且赠送高丽森精胶囊和高丽森茶礼品装，还是自助午餐食用高丽森制作的各种美食。郑冠庄是一个著名的品牌，因为它在亚洲拥有80%的市场份额，采用国内所有人参产品中最高的品质管理系统，传承韩国政府113年的优秀传统，并且获得了多个最信赖的品牌和慈善事业国际大奖。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韩国人参公社和六年根高丽红森的资讯，请登录网站 www.kgcus.com 来洽询。说到了韩国，那么小林今天也要特别为朋友们来介绍一个经过600年的古老传统真正的韩国美食。